神元巡礼披仪二十公。神元巡礼披仪二十勾含七佛治世、三佛收缘、六十四代道统名师简介、一和盛唐道场文化设计含无极牌坊结网藻井护法神像云宝二铜雕刻圆柱对联图文介绍含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内容很值得看。神源巡礼 P.1.2.0 が元七仏治世、三仏を治む縁、64代号棟明士官タスク、吉和聖堂道場文化設計元那曲牌坊結毛思い五宝心臓雲宝にわらべや黒煙柱対令和文タスク賞元重点法、12知史、12聖章、広志歩。広芝大門牌屋、三門。左、神光敷神義尊心不比人。右、源書新女中華精密法自然。広芝大門パイヤ面文字。聖域系は、千聖道場。3600、聖、4よろず8000、件。神元巡礼披衣二十勾含七佛治世、三佛收缘、六十四代道统名师简介、一和盛唐道场文化设计含无极牌坊结网藻井护法神像云宝二铜雕刻圆柱对联图文介绍含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内容很值得看。广场大门牌楼、山门。左，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圆人。右，原处真如中和一性道法自然。广场大门牌楼内面文字：圣玉贤观，选圣道场。3600，圣，48000，贤。
附注：善书有提到三七末揭开科选，考拔佛子正大罗。广场靠近楼梯处之雕刻。黄河龙马赋图，易经河图，落水神龟贤书，易经洛书。广场东边弥勒园，慈心亭含弥勒祖师像，金鸡三唱，喜心池，唯吾知足雕刻，佛像，小沙弥像，布袋和尚像，四物猴像，龙、孔雀雕刻等。P1